最近热播的《上市看似是一部活色生香的美食剧，实则是充满了庙堂斗争和后宫倾轧的女人群像戏。不论是聪慧坚韧的姚子衿，是要改变命运的殷子平，立志成为一代名厨的苏月华，还是在行事游刃有余的孟子云，都充满了探究的欲望和讨论的热度。但后宫终究是后宫，除了理想和奋斗，还有无法逃避的尔虞我诈和手段比拼。 即使是身份尊贵的一国之母张皇后，依然逃不过被算计，差点丢了小命。而她的丈夫朱高炽，除了指责她、怀疑她，没有一点夫妻间的信任和温情。张皇后是个很聪明的女人，在还是太子妃的时候，东宫太子之位摇摇欲坠，汉王在旁虎视眈眈，各种阴谋层出不穷。她依然是太子最得力的贤内助，不仅与朱棣后妃们友善交好。 还能在太子受到刁难时挺身而出，用早逝的婆母招来朱棣的思妻之情，避免太子受到责罚。朱棣曾在百官面前都啧啧称道，感叹王七给太子找了个好妻子。张氏的贤名也有目共睹。即使如此，张皇后得了好名声，但挽留不了丈夫的心。朱高炽身为太子时，估计永乐帝还会时不时的到张氏的屋里坐坐。 但一旦当了皇帝，不仅册封郭侧妃为贵妃，对其宠爱有加，还因对方的挑唆和陷害，武断自私地指责张皇后，差点害了他的命。如此行为实在令人心寒。张皇后明明清醒有智慧，为何与朱高炽貌合神离，把自己的婚姻经营得一塌糊涂？究其原因有三点：第一点，张皇后行事太过严苛，尤其是自己丈夫地位不稳时。 不顾朱高炽的苦闷和懊恼，高要求的督促丈夫要谨言慎行。朱棣嫌弃朱高炽吃肥，要求他在规定时间内减肥。张氏会一板一眼的规劝丈夫，不容他贪食。虽然张皇后的做法都是为了朱高炽好，但对方只觉得自己被困顿住了，犹如坐在牢笼里的犯人。张氏则成了看守他的狱卒，令他痛苦而煎熬，不得自由。第二点。 张皇后不及郭郭贵妃会示弱讨好，相较于张皇后的端庄严肃，郭贵妃年轻，显得娇媚温柔，小鸟依人。她会奉承做朱高炽的解语花，柔声细语的为他排解苦闷。小姨温柔的奉他为天，给予了朱高炽身为男人的尊严和满足感。第三点，张皇后虽然是个聪明人，但奈何朱高炽太糊涂，他不懂良药苦口利于病，不懂张氏的付出和贡献。 更重要的是，他还有古代男人大多都会有的自私和传承意识。张皇后被陷害怀孕，苦苦哀求，但他重视子嗣，听从郭贵妃的谗言蛊惑，逼迫张皇后继续服药保胎，丝毫不顾及张皇后日渐消瘦的面庞和逐渐绝望的眼神。换言之，朱高炽不在乎张皇后的付出，不在乎她这个人。相比较皇家子嗣。 张氏的命要轻的很多，宁愿听信郭贵妃的谎话，也不听张皇后自述没有怀孕的真相。不得不说，张皇后再有大智慧，面对如此糊涂薄情的男人，婚姻如何能经营得好？两人能够相敬如宾，保留一丝体面，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